今天我们让老铁们来定价。常使用的柴火灶，它可以炒菜、煮饭、烧开水，户外烧烤、户外野炊，送给乡下的父母老人也是非常贴心的小礼物。都是两个汽车轮毂改装而成，用个10年20年不会变形，重量150斤，我们配送3个炉圈，大小锅都可以使用。喜欢需要的老铁点个红心和关注。